是在校长办公室，不对，土豆话在一楼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。有个人挂机了吗？哎呦喂！水的话在哪儿？能找到水真眼的话，告诉我一声。我看罗盘有显示吗？没有。啊，这鱼竿先跟我先走。哎呦妈！鱼竿，别，走，反方向，别被鬼给抓了。真是同步跑路。鱼竿这真是跟我走的，这好家伙，看看也行，好家伙，直接一个骑吗？就这么凉了吗？话土豆哪儿啊？土豆话鱼竿，我们去一层。我在教室办公室二楼。我现在身上只有水。哎呦，鱼竿，我们下楼。对不起，脱机了刚才。我先隐形一下。应该是在教室。说了我又倒了啊！但是这把我学会，用道具的。这把学会用道具了，那也行。哎呦妈！哎，他突然在我眼前。哎，不行，好。哎，这想用什么？镇魂符吧，不是镇魂符。有个定符，这个角度好烦呐、啊！这个角度，你不能理解错了，我们都不是来爱你的，我只是现在我是那这角度有点危险，到时候万一扣分了，那角度太危险了，直播间扣分了。或者是只是上面躺一躺，就是土的话在一楼一层厕所。你们看看跑跑。要多干先两台多好。我来还是死的好惨呢。就在那儿看。完了。绳子就不能弄长一点吗？哦，我听到声音好近啊。隔壁有人是吗？是啊，我尽量这样啊。我觉得完了。刚刚你是不是在门口了？我看到门口亮光了。看来他放领域了。我操！啊，可以尝试拉鬼，我真是。谁去拉呀鬼啊？我疼，我走地，反正能就我一个了。黑色胖子。
不是，反不能现在就我一个了吧？出不了，我知道我还出不了。我靠，刚飘过去，鬼在厕所门口。这门符是用在门上，这样它就出不来了。哦，对。不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吗？不是你一个了，还有两个都在地上趴着呢。这怎么打个大？我挨着我长。太狗了！我现在在一楼厕所，就土的那一边，但就土的正眼那边，但鬼好像经常在那儿跑。对，我感觉他可能盯着土正眼。哎，我刚刚又看到天上有东西飘过去。我就说他应该是在那门口。哎，你瞅着你在这。哦，关键是你们凉的太快了呀。你还能开门呢？我你把门关着干嘛？我操！哎，关键是你们走地走了太快了，是吧？曾经，哎，根本来不及帮忙。他直接从厕所里面冲出来，我靠！是不是盯着厕所不放啊？我真是多心款待，睡着。这也可以。哎，好快的一把呀！好快的一把呀！Thank you.